勘察这些。环境很好，好，怎么掉位？不错，环境还不错。要知道人就知道，不知道人不知道。有名的砂石场旁边，这里吧，这里比较宽敞。哇，水鸟，鲫鱼饵加麦片。麦片皮尔，加一点点水。OK， 买的玉米忘了吃，拿来钓沉底。OK，
边可能不多了。啊，你要换位置哦。对啊，因为那边哎、欸，我发现那里下流，这可以走过去的。我刚刚有去那边打草、啊。不是，那里有个位置啊，那里有个位置，人家整理好的。我刚刚走到菜园那里看过去，那里有人走。对啊。超。问题是那边草啊，人家怎么过去的？可能太远，他们可能从另外一边绕过去。是哦。那你怎么掉到这个？你不知道，我今天跳超多。他也是啊。这个已经不分什么耳朵吃了。今天的摇晃有感觉跟你上次讲的差蛮多的。今天跟你分开之后，我来这边掉一个多钟头而已，就掉五六条。是哦，那不错啊。他今天是反常，太热了。泡油啦，就是一点点啦。我第一杆你知道种什么吗？不错嘞。之前的是。你第一杆种什么？乌龟。乌龟啊。这里很多鳖、喔。然后种到乌龟嘞，不是种鳖哦、喔，种乌龟哦。然后种乌龟完蛋了。因为我钓的那个点，它水往下流。哦，那比较不好。因为我们从那边这样钓过来嘛，变成那边的鱼，几乎都在深的地方了。是哦。我看你也拉了几条鲫鱼了啊。没有好不好，那乌龟鱼为主好不好，还有鲫。没有吗？鲫鱼我从那边看过来、啊。鲫鱼一条而已好不好，你看。那乌龟就把我的线弄断了，我不想用那个细线。这些咬缝不是很好，大部分都是阿福还有红魔。第一杆中一只乌龟，真的很惨。有机会再来这边继续挑战吧。好了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